离了婚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在我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呢，你主外，我主内。谢谢谷老师。你工作上的事儿，我是一点都不操心，我是操心你的终身大事。您对男士有什么要求吗？男的活的就行。你就是有病，城市病。这是古桥，市场部的新人。你当了几年富太太，被男人一脚踹了就来投靠我师父，你要真心为你师父好，那就不要再使这些小计。其实今天的事呢，我不认为全是郑妍希的错，你选择相信他而不是我。听说古桥啊，昨天晚上都坐人家大腿上啊，你这样诬陷我对这次合作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为了业绩你就可以这么作践自己，你还有没有底线？你就这样看我是吗？我要是再淋，我就是小狗。元哥，将来我们一块儿去上海好吗？嗯，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在依赖古桥。我并不想看到你吃这些苦，我也希望你能明白，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，你还有我。